我是阿史，我是小西，我是小雷，我是 Marco， 印度在此 ，SS， 老毒，小石，上海，土葬，小铁，耗子 ，Arnie， 棉，棉，想怎样？所以呢，今天是干嘛啦？今天在干嘛？今天是我介绍吗？没有，就是今天是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天，真的是最后一天了，晚餐，真的是最后一天了。讲完了，听到终于走了，好难过、哦。好啦，我们吃饭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不要装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，然后这个人已经哭成泪人了。你看他哭成泪人，你还把我的恐龙头给拿走，这个贱人，你可不要这样子吗？好啊，大家不要以为真的他真的在哭，他只是在装。这个人真的有够智障的，讲一下感受吧。认真啦、啊、快点。看到了，快点认真。想问一下，大概来了这边四个月，你觉得你学到最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。我来到这边，我首先是非常感谢，就是我大陆的父亲对我的任何的帮助，这样子，就是。所以你有另外一个父亲吗？嗯。那你本身的父亲听到怎样？我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。你去死吧！孩子，你要问什么啦？就是学习如何独立。你在等我讲这个是吗？对啊。嗯。独立啊。对对对。独立不错。嗯，没错。因为之前都没有什么时间机会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的，哦，所以现在能自己一个人出国来到这个地方，去跟在阿斯身边学习，真是非常的感谢。感谢阿斯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你。你是希望我讲这个之后祝福你，好想感谢你是不是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对于你这种感谢，我是完全不感兴趣，完全不感兴趣。好掉啦，好好好，那再继续访问一下。那你觉得要离开这里的话，你最舍不得是什么？那些同事，最舍不得，就比起阿史更舍不得那些同事。对，因为我们完全不想他再留在这里，对吗？嗯，没错没错。那这个问题，我想观众也很想知道，到底你喜欢台湾会怎样？临时在哪玩？我跟他虽然说不同，分隔两地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拍片。哦，会继续，当然啦、啊。所以你是能够向观众保证，就是你回到台湾就继续拍影片吧？这是一定啊，因为这样子才能让这个频道一直继续活下去。对，因为而且我取这个名字，当然就是以后即使我现在走了，我要打你吗？走了是，还是可以继续拍，对啊，没错，很多很多游戏都是可以连线跟他游玩的，像 Minecraft 只要靠那个 Skype， 然后再什么都可以一起玩的。对，就假如他想玩英雄联盟，想玩 LOL 也是可以一起玩的。啊，撸啊撸，对 ，LOL 打 LOL。League of Legends。阿玲来到这边大概四个月左右，其实我觉得。他成长真的蛮多的啦，真的成长蛮多的，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蛮那个欣慰，是这样讲的。嗯，对，蛮欣慰的，因为他真的，他刚来第一天，我觉得他真的很糟糕，想要他立刻快点回去的感觉。你现在讲出真心话哦。真心话，真的非常糟糕。他在头两天上班也在睡觉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没有，是刚来时差头很晕。时差个屁，一点时差都没有，够了，一点都没有，可以了。这贱人，好吧，算是成长蛮大的。对对对，对于他这种人，对，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算是我们公司里面蛮开心的一个人，让我们都能够很快的熟起来。然后，因为他你知道他的脸皮是特别厚，就那种没有接触、没有节操的，完全是零复数，所以。在很多情况之下，他可以把我们同事都拉在一起，这样，对，还是不错的一个同事，在这个点上，但是工作能力上完全是不行，大家要知道。谢谢。完全不行，他以为这搞笑，我又不会画画，我又不会做3D，
我又不会程序，我又不会策划、啊。你当然不会啊，你不是负责这部分啊。别人睡必睡啊，好吧。所以也是像刚刚我们说那个临时来打完也是会继续，不会放弃的。所以就算他离开，所以观众们可以放心，这个部分完全没问题。当然后面当然我们没办法，可能坐在旁边实况，但是还是可以分隔两地这样子。真的很累，累屁累了，可以了，累屁累了，有点久。对对对，所以就真的我 YouTube 吧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我们最后一个在四川的，我跟阿里的一个 vlog 就在这边。好吧，但这个应该会提早上传吗？会先早上，后面才有几个。对，还因为他自己拍了好几个 vlog， 会自己慢慢剪、慢慢发。大家要去他的频道去留言说，快点剪接什么的，催他一下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来这里。这最后也要开黄吗？好，拜拜。这不能让这个结局好一点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就在右下角按个喜欢嘛！不喜欢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按个喜欢。不喜欢也按喜欢吗？好吧，那至少你在下面留个言嘛。有种你就留言，我就回你，我就回你。你说是你回吗？是你说的哦。等一下，说好了一起回呢。好啦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哦。订阅最重要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